各位观众，铁灵神珠阿吉手上的弹珠，这边把它补充的很完整哎、欸。那叔叔大人怎么办？他看来再也走不动，果然不应该强迫这么小孩的，这么小的孩子如此赶路。无所谓，就让他这边休息一会。反正城中上成那样，以他的本事对我们威胁不了。而且他身为女之后，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气。如果我们不能将他毫发无伤带回去，圣主大人盛怒之下必会重重责罚，那可就大大不妙。回血灵宫的路途还很长，无需急于在意此。的确如此，因为我们的路途或许就到此为止的。是谁？是圣大哥他们。既然他乐得你们，想必你们是为了他而来。虽然不知道你们有多少本事，不过你们居然能找到这里，想必是陈冲那家伙找你们来的吧。血灵邪徒，这谁找我们来的都无所谓。小红姑娘可是我们的朋友，可不容你们动她一根头发，赶快将她交出来，否则我们只能动手要人了。哼，真大的口气！无论你们是何方神圣，都不许妨碍我血灵宫大业。既然敢插手这件事，就准备把性命留在这里吧。死吧！哇，真是恶！血炼鬼，血炼鬼，血炼四十，群星计划。啊！有没有什么无天黑眼之类的？哦，无天黑眼只能打一个人，好烂啊！神威天光。会吗？我印剑平一开始就狂练了，我是这样了。不过每个人玩法都不太一样，我都习惯一开始赶快练，因为我懒。血炼神珠，铁妖敏，鬼神天亮。我之前曾经离开周县一段时间，寻找关于邪灵秘法的真相。后来在机缘巧合下，见到一位道号太虚金仙的高人，他曾与邪灵宫为敌，也知道淫女与邪灵秘法的秘密。太虚金仙啊，那不敬散人呢？据他之言，邪灵宫会精心挑选体质纯阴的童女来作为灵女，将她关在房里细心照顾，并且每日让她服下某种邪药。如此长大的淫女成年之后，只会生下一个女儿，
这个女儿身上会素有施行血灵秘法所不可或缺的血灵之力，而母亲是你的小红身上的确就有血灵之力，正当她无法逃离血灵宫的追溯，一生有无安宁之人。太虚金仙为此特别炼制了这个玉佩，要我带回去给小红。这玉佩能克制她身上的血灵之力，只要一直贴身带着，那血灵无法在她满十二岁时觉醒，她就会永远消失。一旦重回凡人之身，她对血灵宫而言就再也没有任何价值，还可以摆脱原本的可怕命运，平静地度过一生。未曾听过太虚金仙这个名号，这位道友不但所知广博，道行也十分高明，有机会的话还真想结识一下。你不要跟我说你变老之后是不见散人哦，我会生气哦，我真会生气哦。而且如果纯雨树他如果也爱喝酒的话，他刚刚说他爱喝酒吗？他的宠物爱喝啦，他本人爱喝吗？如果到后面他恢复成老年的状态，然后他是不进散人，啊，我会傻眼，啊，我真的会傻眼。我乃是杀人凶险之神，进不了抽仙的大门，我就在此先走一步，麻烦你们带小红一起回抽仙，早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肥氏夫妇，好让他们安心。爹。所以又要离开我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能才能见到你？小红，别难过，爹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，爹会带着你能看到的地方时时刻刻守护你，所以你一定很快可以见到我。嗯，我明白了。沈少侠，沈某万分感激你们的协助，之后就麻烦你们带小红返回州县。咱们就此别过，诸位后会有期。这就交给我们吧，请慢走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血灵神珠，好怀念哦。好的。